内衣公布今年的上新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是 1.56%， 讲主要是因为全球的经济有放慢，阿尾啊的这啊需求无起来，啊，不过咱国内民间消费有起来，啊，学者是认为这景气依然是外靠冷冷啊来抵消，即马出口有甚至看到一寡日头光，啊，不过嘛是爱看第四季。台湾就半年全球经济受到通膨加升息影响，造成需求放慢，也造成制造业继续进行库存调整，进一步影响到台湾外销订单加厂商设备投资意愿。虽然民间消费升温，导致台湾内需成长，也毋过伫出口外销订单连十五的情况之下，中央研究院将今年 GDP 下修到 1.56%。整体景气就像配冰淇淋的羊羹鸡卵糕同款，外冷内温。所以目前所看到的数据啊，虽然都有一些正向的资讯，但是还没有非常显著强劲的讯息进来哈。那所以我们会预期在第四季的时候，这个效果会慢慢的浮现。那美国联准会较早也宣布各升息一倍。联邦资金利率提悬到 5.25%至5.5% 之间，创20年来新高。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，今年无聊被降息，后续一切取决于经济数据。I would also say it's possible that we would choose to hold steady at that meeting. We're going to be making careful assessments, as I said, meeting by meeting. 那 FED 宣布升息一码，符合市场预期美国的起步。台北股市早盘伫 AI 加自抓定。碳矿概念股带动之下，盘中指数去8点，重回17200点关卡。所有的资金盘面上还是回到所谓的 AI 相关的个股，但是 AI 相关的个股涨幅真的已经蛮大的，所以盘面到这边，也面临一个整理的格局。分析师认为，美国重量级科技股财报这礼拜陆续登场。有关有可能会影响到各国的表现，但不过一般认为，升息应该是已经够紧绷，所以说落来影响市场的，会是回归基本面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